它飞到这里的。我先的。一、二、三。我怎么又飞回你那里去？我他选十降落。就哎。他没有飞十降落。垂直降落。对啊，他再来一次，他选十降落。我不见了。哪？在这里。爸爸，等一下就要换你玩了。呜呜呜呜！我先教你玩，你才会玩。哦。我跑到哪里去了？我飞机在那里。哦，给他拿到了呢，真是。我要怎么样才可以飞很远呢？要轻轻的拿，然后这样轻轻的丢。哦，要怎么样丢？哇，很像会飘一样哎。对啊，你也要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你要慢慢的用。我要慢慢的，咻。对。哇，我会飘了耶。哇，我也要这样飘太远。我也就在那里，咚，跑来撞战斗陀螺，要把它爆裂啊！对呀，你要把它爆裂吗？呜，帮你拿，哎呦。刚轻轻的丢的，咻！哦，还打到那个星星盒子哦。对啊。那你可以开那个星星盒子吗？哪怎么开？要那个啊，星星盒子、這個、对。啊，把电灯关掉。妈妈说不行。哦。